现车不用等，高配解烦忧，适合一家人的房车可千万不要错过哦。这是一台2024款全新升级的 T 型小额头房车，基于依维柯欧胜底盘打造 3.0T 的排量，搭载 8AT 的柴油自动挡变速箱。动力方面呢，完全不用担心，尺寸方面呢更为优秀，长5米99，蓝牌 C 照的极限，不升级驾照也能够放心开。宽度呢为2米3，即使您在乡村小道也能够轻松通行。高度则由2米98变成了2米85，通过性呢更为优越。当然高度的变化呢也为这款车子增添了不少的魅力，比如说将顶置空调变为家用空调，上手呢比较快，和家里的使用感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再比如因为顶部没有了空调外机，所以将太阳能板进行了满铺，整整1100瓦，试想一下在海南三亚一天能多发几度电呢。再看一下它的外观，黑灰色的线条呢拉花几乎贯彻了整个车身，使出行风格低调但不乏味，甚至还有点小帅气。前方的小帽檐呢不仅起到了视觉显瘦的效果，同时也能够使车子的通过性更好，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减少风阻和风噪。观景天窗以及两侧的外推窗呢采用的都是中空亚克力的材质，保温隔热效果更为优秀，同时可以做到三个档位自由调节，隐私帘、防蚊帘也皆有配备。在车身的上方呢安装有一个2米5×3米的房车专用的遮阳棚，打开之后呢可以提供更好的活动条件，在下面钓鱼、野餐或者是做饭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考虑到外部烹饪的需求呢，在下方就给大家配备到了两个储物空间，一个用来放厨具，一个用来放炉具。炉具方面呢给大家匹配的是具有高原版本的柴油炉，这样的话呢就不用担心用电的问题了。同时燃料也是直接取自油箱里边的柴油，可以省去携带燃气罐的麻烦，安全系数呢也比较高。在储放厨具方面呢给大家安排的则是一个内外贯通式的储物空间，这样设计方便车内车外厨具的拿取，避免发生跑上跑下的状况。舱门打开后呢可以变身为一个小案板，无论是用来盛放食物饮料还是切菜备菜都是相当的方便。户外花洒、无孔插座这也都给您安排上了。在车身的尾部呢可以看到上面安装了自行车架以及后爬梯，都是非常实用的小设施，也不需要纠结选哪个，高配现车直接给您安排到位。来到另外一侧呢就是本车最大的储物空间了，里面布置呢也比较精心， LED 的照明灯可以方便拿取行李，无孔插座可以提供电源动力。空间采用的是内外贯通式的设计，所以遇到雨季在车内也能够将行李拿取哦。储物空间对应的就是车内的睡卧区，所以我们直接来到这样一张1米3×2米的双人大床上，尺寸呢非常的在线，一家三口睡在上面没有任何的压力。而且我们的床头呢做了新的升级，没有多余的部分，直接和墙体融为了一体。这个时候您可能就会有疑问了，椅在上面不会硌得慌吗？当然不会，看我的手指这样按下去呢是非常非常的柔软的，就是因为这两面墙体都做了软皮包覆，不需要额外的再去做软包床头，视觉上呢也会更显宽敞。床下除了储物空间呢还额外做了两张可以独立控制的座椅，就是为了应对假期人多的时候呢不时之需，操作也是十分简单，上手就会。两张座椅呢都配备有安全带，而且都能够做到前后的移动以及椅背的调节，空间呢还是很够用的。除了这样两张的应急座椅呢还有两张豪华的航空座椅，可以日常的使用，一边扶手可以无线充按摩、通风、加热等功能。主副驾驶选用的则是两张悬浮座椅，坐在上面呢更为稳固，路上遇到的颠簸感也能够有效的降低。更关键的是它们都可以进行180度的向后旋转，旋转之后呢不仅更显通透，而且还省去了另搬座椅的麻烦，四人对坐轻轻松松。椅子配齐了自然也少不了桌子，这张仿大理石的餐桌呢平时就隐藏在墙体的一侧，根本不耽误在车内的进行活动，需要办公呢就餐的时候也不需要卖弄力气，只需要一个按键就可以轻松搞定。缓缓升起后尺寸可以达到70×53公分，适合一个人办公或者是两个人就餐。按住按钮向外拓展，尺寸可以达到120×53公分，4到5个人使用都完全没有问题。路上办公可能会有一些无聊，所以前方为您配备到了一个32寸的液晶网络电视，可以投屏，可以联网，甚至连它的角度都是可以进行调节的。会客厅的旁边呢专门为您配备了功能区，上方的零食柜可以去放一些零食或者是书本文件，中间的微波炉呢可以加热一下牛奶或者是简餐，下方的双开门的冰箱更是可以为您提供解渴冰饮以及新鲜食蔬，距离超级近，拿取呢也很方便。
会客厅的布置这么丰富，竟然还有隐藏的功能，就在我的头顶上方。你以为它只是一个明亮的九宫格灯池吗？其实它还可以变成一张1米3×2米的懒人吊床，承重性非常给力，承重在600斤。这么宽敞的操作台面，让您做个三菜一汤，够不够呢？平时就是一个平面，能够切菜，能够置物，烹饪时呢，还可以上掀，变为微晶面板设计的柴油炉，以及容量非常可观的洗菜池，一物还能两用哦。除了它能够一物多用，还有上方的这个储物柜，可以放置餐具，也能够打开开关控制油烟机。如果按下按钮，还可以看到大便活柜，两个空间，超级给力。厨房的旁边还给您配备到了一个立式的衣柜，中间可以挂放衣物，拿取方便，上方呢可以放置一些包包，收纳合理，下边还有隐藏的空间，能放点什么呢？要不您猜一猜。最后看一看卫生间的配置，您喜欢不喜欢？赛特福德抽拉旋转马桶，可以侧滑，可以旋转，折叠的洗手盆，容量超级大，平时直接隐藏在墙体的一侧，像淋浴花洒、防水无孔插座、独立的照明灯等设施配备的也是非常的到位。除了1100瓦的太阳能板，还有3000瓦的逆变器、800安时的锂电池，以及200升的净水箱、68升的灰水箱，足够使用了。现车可以秒提，如果需要实地考察，那就在2月29日至3月3日，北京市首钢会展中心相聚吧。承诺在水天之间，回头看。不曾走远，隐隐望此生。